天卖衣服的好像很少，不然就是我们太慢来，都已经卖光光了。所以下次如果大家要来参加这个二手市集的话，记得要早点过来哦。虽然那个二手市集啊，我们没有买到什么东西，可是这里的铁花村还有很多很多的市集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Go！好像听到一些声音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他的琴音告诉我，他需要朋友。他的琴音已经给了答案，这场仗他一定打。听说这个是台东最厉害最新的伴手礼手信，好期待哦！走走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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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可以试试看哦，它是米谷酥哦，这个是好好吃的感觉，来试试看。你什么带我试？哇，这就在这里。一样一样，好香哦。我从进来铁花村，我是超渴，一直找不到饮料喝，这边有免费的。听说是墨香绿茶哦。我就是专业喝免费的啦。你知道喝完是什么感觉吗？不用钱的再喝一杯，不用钱的再喝一杯。告诉你，这大哥倒完之后呢，整罐拿起来喝，不要留给别人。哎，老板，我可以把你们家的绿茶全部喝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刚狂喝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是，你要解释你是老板啦，你是我朋友，不然观众会觉得我在那边白吃白喝。没有啊，你就是白吃白喝。我可以把这里全部的东西拿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老板可以吗？可以。老板，有什么话要对我的观众说吗？我要请阿修喝一杯地狱茶。我的观众来这边，如果买东西有打折吗？有，打到骨折。打到你骨折。我那个来不能喝冰的。我的小三呱呱吃香蕉。哎，那个来了，我那个来了。冰奶茶。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我以前会泡饮料哎。哎哎哎，那个骑马术老板亲自招待哦。那奶多一点。你老板你好帅哦，你不用补奶了，厉害的，好好，所以我就不加糖，不是比较没有甜，因为我喜欢淡淡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想说，因为我记得香港人都不吃没有味道的东西。你这样讲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没有味道的意思？对对对对，你没有味道。哎，我常常舔你的，我常常舔你的。挺怪怪的，我没有味道啊。所以你这间店里面还有一个早餐店就对了，早午餐，早午餐。我以为我进来伴手礼，结果他一直在跟我讲红茶、红茶豆浆、红茶牛奶、红茶牛奶，哎，没有豆浆，喝一下红茶牛奶的感觉，很好喝，好喝，好红哦，应该说很奶，好奶哦。很滑哦，想知道有多奶，来这里试试看，奶不奶？奶。其实你刚来台湾 long stay 不久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其实你还不了解我的，其实我有一个非常不要脸的个性。是什么？就是到哪里就要吃到饱，吃免费的，越免费越好。所以我要发挥这个个性给你看一下，这个个性好处可多了。不要，不要。因为这个奶茶太好喝了，我还要再要一杯。我要给你看，我要给你看，我现在就再要一杯免费的红茶奶茶给大家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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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还要再一杯红茶。啊，再一杯，再一杯，再一杯。两杯，两杯，两杯。哎，帮我批单，收钱，收钱。红茶鲜奶好喝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一杯又喝不出来，那再来个两杯吧。再两杯是不是？哎，你问师傅要不要再给你两杯？再两杯是不是？啊！老板拿刀啊！没有啦，很好喝啦，走啦，好喝啦。我来了台东都没有很长的日子，可是我觉得这一杯的红茶。
茶牛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，平常都觉得淡淡的就好好喝，可是这个淡的来那个红茶跟牛奶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喝，我也觉得蛮好喝，我喜欢这种淡淡的不腻的感觉，就像你一样，就像你一样，对，那你们也可以点一杯来喝喝看，好喝好喝。哎呦，景阿村得了一个新地标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看，超级无敌货柜屋，这我骑你啊。真是啊！你有看过我们？我抬过你了 ，YouTube。哇，你红了，你那个我的学生，我的老师，以前的老师。啊，真的？三个。哇，我好开心啊！我们拍了 YouTube 没有多久，就有人认得我们了，我好开心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要持续关注我们影片哦。野花村里面有一个充满原住民味道的工作室，在这里叫做法拉萨工作坊。不好意思，台东的朋友很多，刚好老板也是我朋友，所以大家如果来铁花村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看看喽。里面的东西就直接拿哦，不用钱，直接走出去就会被警察抓走了。我的小三呱呱吃香蕉。店内禁止拍照摄影，但是我例外。老板说的。虽然今天我们来到铁花村的二手市集，没有买到想要买的衣服，但是我买到了一个害羞的东西。是什么？买到奶。什么奶？红茶鲜奶。奶奶奶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加开铃铛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心情奶奶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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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的。